登场的这组选手阵仗不小，而且是国家级的非遗表演，掌声欢迎。欢迎您，您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孙爱富，今年65岁，是咱们山西省稷山县高台花谷的传承人，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我看这学生手里都拿着只唢呐吧。我跟你讲，苏团长有一个称号叫做中华唢呐王，所以他的徒弟也应该是非常非常厉害的。今天让我两个学生给咱们展示一下双吹，用鼻子吹，还用举把吹，两个同时吹。双吹。哦，那这个厉害了，来着吧，那就。谢谢。我知道到了咱们这个侧舞台的地方啊，都需要咱们要互动一下。别的我不担心，我就想知道哪个唢呐是一会儿我需要互动的那个。来来来，咱们应该有准备好的唢呐。哦，有准备好，团长给你准备好。就是，其实团长没关系，这个也可以，我可以的。可以吗？行，那新的不用上了。谢谢，每人放一个哨啊，这个一定要套到这上面。哎，云飞你很专业呀。哎，这是你们团里的吧？我这样，我们来一个唢呐双簧，我在前面比划，后面有一个人吹，就感觉像我吹的一样。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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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起！掉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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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刚才配合的还可以吗？我就以为是你吹的，所以我的，所以你真的是很能吹。我知道这个苏团长这次带着学生来是要表演高台花鼓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到底有多高呢？这个台？咱们今天来这个高台上是6米6，6米6，也是个吉星数，是66大顺。还有一个美好祝福的意思。对对对。那一共有多少人来表演？下来是30多个人吧。30多个人，好厉害！我必须力挺。必须力挺，我也力挺。好了，向春晚出发，请开始我们的表演。稷山高台花鼓，千百年来，人们沿用这一古老的方式祈求五谷丰登，流传至今，它已多次在国家级重大盛事表演中绽放光芒。打鼓的人是卖力忘我，看的人是惊心动魄。今天呢，我们为高台花鼓打鼓一片天。
竖个大拇指，尤其在最高处的是哪个来着？我你啊，是你是你，我们应该先把掌声送给他，是不是？谢谢。站在上面怕不怕？现在已经不害怕了。刚开始练的时候还是有点怕的，是吧？对，刚开始还有点害怕。我们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高度，我这样，我请我们的那个摄像老师用我们最高的这个摄像机来到6米6，再加上这个姑娘1米6多吧，可能应该有8米3左右，是吧？老师，咱们来到8米3的高度，我们把这个镜头用大屏幕折射出来，让大家感受一下这高度是怎样的。你看，这么高的一个高度，然后站在这个高度上表演，看着大家，你看大伙儿的掌声立刻就起来了。谢谢谢谢，真的挺了不起。要不贾冰老师您上来一下，体验一下。咱俩这球是什么时候结的？就是，我让您来体会一下我们这个打鼓的感觉。说话算话不上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哎呦我的妈！哪个给我们贾冰老师绑起来？哎，五花大绑。这位大侄女手下留情。你一被绑起来之后，就是那个威风全无呢。我们找一个姑娘教教她。啊、行，勾一下。勾。人家往鼓上打，你往自个儿屁股上打干嘛呀？给大家带来一个才艺表演，名字叫抽脸打屁股。走。贾冰老师，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高台花鼓啊，姑娘你最有发言权，你说说看，学习了高台花鼓吃了不少苦，你觉得这些苦是什么？现在就作为苦就是一种快乐。我们把就是国家级非遗这种节目走向了全国，前段时间呢我们也走出了国门，把中国的民族传统带到了国外，让国外人民欣赏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。今天你们打得让我这个心情如此振奋，我就觉得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，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，打出了中国少年的那种雄心壮志。我觉得你们太棒了，孩子们。少年苦，老来福，希望你们就像这个高台一样越垒越高。你们都是最棒的，你们是真正的中国娃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其实苏团年轻的时候是唢呐高手，是吗？我能提一个小小的请求吗？啊，我能听您吹一小段《百鸟朝凤》吗？各种鸟叫，您一定要坚持下去，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宝贵的非遗文化的明天和希望。谢谢您。谢谢。好，我们现场的300位观众现在请点赞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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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281个赞，谢谢你们，继续坚持加油。